Hello，baby。我们现在玩，已经开始进入故事模式了。我以前有看过，好可怜。小狗狗好可怜的样子哦。它看到别人都有主人。姐姐，你可以说故事给爸爸听吗？可以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呢。然后有一个公主来了，她就要那一个小狗狗，然后她就把它带回家。我就知道这样。于是小狗狗过着幸福又美满的，跟公主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那个皇家宠物我们两个已经帮它办好了，那三个都还没破关。好，那你用用看啊。洗澡。先帮他洗澡。哇，选礼物的时间到了。爹爹，爹，以前我们用的，以前我们用的。这个我也是。眼镜呢？哪条颜色？哪条颜色？调颜色。调颜色。我调绿色。调红色。紫色。紫色漂亮。你也可以选橘色，也很漂亮。这个白色。红色，这里是他的公主一把剑，一般绿色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蓝色也可以。完成了，太可爱了吧！你等一下要出去玩，来按骨头。你不要转来转去。喝水。
耶、yeah, ，这个也完成了。好喽，我们下次再继续破别的哦。得到了什么？得到很多。这个游戏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我们最后说什么啦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